我是来自松山 Senior High School 的性感美人，我拥有天使的脸蛋，修长的美腿，但是你们以为这就是我成为性感美人的原因吗？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拥有傲人的身材，老师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是不是拥有傲人的身材？没有，你没有。哦，我知道，虽然我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下一位参赛者更是完美，让我们来欢迎下一位参赛者洪于倩。介绍人留步好不好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哦，好。这是我见过最恶心的裤子哎。这裤子是你真的为了这个介绍把它剪掉的，还是你平常就这样穿？这是我平常的穿着。我不信。真的，你平常会穿这样？我平常穿这样子。真的真的。松山高中了，我是不是平常穿这样子？OK OK， 好，你很敢 OK 了，谢谢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来自松山高中流行音乐社，我叫洪于倩。带什么歌曲？暖心。加油，请开始。我觉得你唱歌都在嘴里都没有放出来唱，你声音很闷啊。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再去练习，不然其实你的条件是非常好的。嗯 ，OK， 嗯 ，Sorry， 谢谢，拜拜。欢迎下一位。评审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景美女中流行音乐社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学妹田其荣，然后她平常就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勇于表现自己。今天她能够参加这个比赛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希望在场的大家可以给她支持，然后也希望评审给她一个机会，让她站上梦想的舞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田其荣。嗨，大家好。田其荣，谢谢。评审好，我是田其荣，然后我是来自景美女中，今年16岁，高一，然后我是混血儿。混哪里的？我是混阿美族跟布农族。哦，这样也算哈、哦。其实我也是哎。啊？我混丰原跟台南啊。啊、哎，你是什么社啊？我是流行音乐社。流行音乐社 ，OK。那这个社团里面在干嘛？唱歌。因为大家都喜欢唱歌哦，所以社团的活动就是大家在唱流行歌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是有卡拉 OK 吗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老师会来教课，教怎么唱歌。哇，那是一个专业的社团，那应该 OK 啊哈。来，带来什么歌曲？我要带来罗美玲的《爱一直闪亮》。请开始。谢谢。Thank you.
16岁能够唱成这样的一个水平，真的还不赖哦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声音的特色就是甜，而且我觉得听到高音的地方，我们怕你出彩，但是你高音有上去，但显然是还需要加强的地方。OK。好。你们一起来一个，说我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我过关了。耶！恭喜过关，谢谢。说你现在感受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开心吗？欸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组哎，因为我也是混血哦。我知道，哎呀妈，布农组跟阿美组。那你们会讲母语吗？你们会讲布农？布农不太会，不太会，至少会知道怎么讲加油吧。不行。好，好，送你太阳说话 ，Gloka 一定要进五强，谢谢，耶，加油。下段节目，为帮女友加油，男同学不顾一切大胆示爱。访问一下这个男朋友，请问你是什么学校的？建国中学。哇塞！哇塞！你这次公开的表白，意思是你对他要许下一种承诺，是不是？是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